哈，比上次课进步很多啊，你自己练了。上课的时候，在桌子上练。是时候让你洛书帮你添加钢琴了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说吧，听着呢。我知道，师傅这件事儿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你内心不接受。我哪敢对你有意见？你做的挺对的呀，秉公执法，大义灭亲，挺好的，模范警察。你能不能别像高川那样阴阳怪气的说话？你不提姐夫我还忘了呢，他人呢？燕姐说你现在也在抓他，这是两回事。这是一回事儿。佳佳现在死了，我爸也成毒贩了，姐夫也是你的嫌疑人。怎么着？哎，你现在看我，是不是也特别像一个罪犯？然后你坐下。你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，于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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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陆松，你现在追上去，他也没法好好听你说。于浩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这么多年你对他的付出，他是知道的。那。局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妈，这几天你注意安全，我知道。陆队，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昨天没睡好，有什么新线索吗？哦，那些内衣上面只检出了一个人的皮肤纤维，不大可能是受害者。这个内衣啊，应该是关伟然自己的，我已经查到购买记录了。啊，这么一来，八成就是他了。王家苗指甲中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和内衣上的皮肤纤维来自同一个人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去民政局把关伟然带过来。那个，我刚给黄主任打过电话，关伟然今天没去上班呢。那家里呢？黄东说咱们上次去以后他就没回来，我回去也会了解他爸的养老院，但是他父子没来往。你们俩去一趟养老院，现在就去。行。老陆，里边说。秦三宝下午开庭。这么快？都认了，过失杀人，伪造现场，而且我那朋友还说他已经放弃了辩护权了。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保高川。这怎么老能跟川扯上关系啊？误导咱们，确定错误的死亡时间，用金属耦合剂清洗血迹，你觉得秦三宝有这本事？你那不是做什么事都讲证据吗？可是咱没证据啊。你等我找到高川，我有办法让他承认。那你找，我也忙去了。
三哥今天开庭，你让我找的律师谈妥了，他是我发小，很爽快就答应了。把拉环捡起来。嗯。把拉环捡起来。哦。你谁呀？我去趟看守所。啊。川哥。变脸。这个案子有上诉的功能。你谁呀？大金律师事务所何金淼。刚才那是您父亲还是？啊，不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案子绝对有上诉的功能。不是吹，本人这方面相当有经验。秦红莲，你又来干嘛？以后。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你从此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就是帮我最大的忙。这两天生意不行啊。三哥的事儿好像外面很多人都知道了，还有好几个厂的人到处传，这明摆着抢我们生意。燕姐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不然觉得我们好欺负啊。喂，算了算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对，马老爷子，嗯，有人找您。哦，你好，老先生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滚！哎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老爷子说有误会了。哎呀，老子要钱没有，要命留一条。哎，老爷子，怎么了，老爷子？你消消火。哎呀，怎么？你小心点。怎么了，老爷子？您消消气。您误会了，这两位是警察同志，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。警察。嗯。哦，慢点啊，老爷子。老爷子，你吓我一跳、啊。真对不住啊，小同志。您这个是因为什么呀？这么大气性啊？还不是因为我养了个畜生。您说关伟然，你们认识他？你们认识这个畜生？我们想找您打听一点关伟然的事儿，他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畜生，我要是知道他在哪儿，我第一时间我就去宰了这个畜生。哼，老爷子，您一口一个畜生呀，他把您怎么了？哎呀，要说他是畜生，我都对不住这个畜生啊。这个畜生他还分个公母不是？公母还母？哎，这个小畜生，他放着好好的爷们儿不当，非得要去做手术，当什么娘们儿？这个畜生把我们老关家的这个脸呐、啊，都给丢尽喽！老爷子，您先别动气哈、啊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的儿子要做变性手术啊？对，
他为什么要走？我哪知道啊？我觉得我再问一下，他准备上哪儿做？我，哎呀，我不跟你们说了。哎，老爷子，那个，哎，拉倒吧，别问了。你的手术申请，伦理委员会已经评议通过了。今天办理住院，下周就可以安排手术。我们这一次采取的是分组手术方案，喉结整形、乳房整形、尿道成形和生殖器的再造分阶段进行，全程采取全身麻醉。顺利的话，身体恢复的时间需要一年多。九州市有三家医院的整形外科具备做变性手术的条件，关卫然都去咨询过了，我现在在等他们的反馈。你们这帮年轻人啊，我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了。你说穿衣打扮女性化一点也就算了，这有必要玩这么极致吗？行了，老董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社会已经很包容了。喂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双江医院，关伟良刚刚在那里办了住院手续。走吧。你看家。高个儿的女的，关伟良，刘大夫，签下字。辛苦辛苦辛苦！哎，老李，别急，打开，打开。进来了，里面有人吗？田泽，你见过这个人吧？见过，那你好好看看，里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画的穿黄雨衣的那个？田泽，我们不紧张啊，不害怕。里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那天看到的那个？见过吧？他们怎么了？都被杀了。你们怀疑是我？是你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当然不是啊。不是你跑什么呀？
你们那天连警服都没穿，我以为你们是小贷的呢。你贷款干什么呀？做手术。怪不得那天我跟李东去找他爸的时候，刚一到那儿就把我俩给打出来了。你们去见我爸了？啊。你脸上那伤怎么弄的？那天他去办离婚手续，缺了点材料，我就让他去复印了。吃块糖吧，吃了糖心里就不难过了。跟你说过没？不许吃陌生人东西。你们怎么能带孩子来这种地方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对他的心理发育很不好？心理发育？你心理发育好？不男不女的样子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怎么了？你个死变态的，懂什么狗屁心理发育啊！你看你说话注意一点，你懂不懂尊重人啊？你还打人是吧你啊？你还敢打人是吧你啊？你神经病！你说谁神经病啊你啊？算了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们真的弄错了。不是他这个指甲里的皮肤组织是这么来的？李东他们查过民政局的投诉记录。他说的是真的。当然是这样啊，我们之所以找你来呢，是因为他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民政局跟你打过交道。你刚才说的呢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，好吧？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点你们都忽略了。什么？这两个人离婚都是因为女方出轨。忘了吧？放了吧，我觉得有必要去趟民政局，了解一下因为女方出轨离婚的案例。哼，那要真按他说的，那危险的人可多了。快下班了，那你跟我去趟民政局吧。行，啊，走，收拾东西。等一下，老板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买花。我们已经下班了。哎，你帮个忙吧，拜托拜托，不差这一分钟。好吧。谢谢。先生，您的玫瑰是现在拿走还是我们送？啊，得送，后天。对，送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乔颖丽收。对，啊，这有封信，你帮我一起送过去。谢谢啊，结账。哎呀，马上没电，快！哟，包警官，黄主任。哎呀，这么晚了还有事儿？啊，是，还是上次那个案子，我们想查一下近期所有的离婚记录。哟，钥匙在小肖那儿，他今天有事儿先走了，估计这会儿啊都已经回家了。你们要是着急的话，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。但是他家住的比较远，现在又是晚高峰。我怕，他住址在什么地方？哎，小刘，他找肖婷家住哪？在复兴路关南院3号楼幺508。复兴路是吗？对。队长，李东正好在那边呢，我给李东打一电话，让他把肖婷接过来，不完了吗？好啊，好，那你们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啊，黄主任。喂，赶紧说，马上没电，一格，赶紧说。好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队长现在在民政局呢，你是不是在复兴路啊？队长，你现在到这个观澜苑3号楼幺508，把肖田给接过来啊，让他马上到民政局，把他的办公室钥匙带着。啊，喂，哎，哎呀，喂。没电了，没事，他待会儿会给你打过来的。这是可掉链。复兴路观澜苑3号楼幺508。
复兴路天王院。你好，小田，市局刑警队的，咱们在民政局见过，还有印象吗？你得跟我回几趟，我们要查一下离婚登记资料。可以。我有个事儿麻烦你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想借你电话用一下。电话在电视柜上。谢谢，添麻烦。哎呀，这个李东真的是，这么半天了还不来。他到现在都没跟你联系啊？不知道啊，我看看。哎呦，微信电话都没有。田华，什么事儿？哎，骆队，哎，我发现在王家苗和尚小磊遇害之前都接到过同一个电话，我怀疑跟凶手有关。电话多少？定位在哪儿？15225798452，定位是复兴路观澜苑。复兴路观澜苑，几号楼？3号楼。3号楼。小田家。15225798452。凶手的号码。接。喂。乔博士。李东。干什么你？李东。李东，
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？我要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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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在这儿。乔博士，干什么你？他手上有东西。他拿了李东的车钥匙，应该是开李东车走的。立即通过天眼定位李东车的位置。老杜，枪林，我们走。前面右转，就是田华给他定位的地方。是。分多少？
事儿。这是李东失恋结果。说说吧。血液报告显示，李东身体里存在着浓度极高的棉奶宁残留物，这跟尚小磊和王家苗的情况是一致的。凶器呢？陆队在现场发现的斧头，还有网球拍线上，都检出了萧田的 DNA。在案发的那几天，萧田正好都不在家，而且那两天他都换了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跟他平时穿衣风格很不一样。这不都对上了吗？不过有一点很不符合逻辑，如果他是有计划的杀人，他为什么要在家里装着摄像头呢？难道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线索？我也有个问题一直都想不通，从杀人的手法看，凶手应该有很大的力气，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应该是男性作案的。先审一下吧。陷于执着，身心渐渐落。